红色衣裳吗？今儿节目是实在太新，他这段我也头回听，底这段我真没听过。还是您最喜欢演员，我们叫他小亮子，这粉丝团里孙红亮、王占宝拿一新节目叫《我的宝》，那这是王占宝的宝宝，我说王亮上王亮。谢谢您的掌声鼓励。这回换我们给你表演了，是说一个作品叫《我的宝儿》。嘿，啊，我的宝儿在网上呢还是挺受关注的哦，大伙儿也很期待。是贴吧里边说的啊，嗯，我的宝儿，我的宝儿，哦，都等这个啊。既然这样呢，啊，就不说了啊，不说了，那成吗？得说成什么成不成的，没事儿，这打灯谜改的。嘿，打灯谜改，不能好好跟你说相声。嗯，大伙儿都买票来的，是是不是？大周六的，嗯，您说也不说啊，吃的饱饱的，穿着暖暖和和的，哦，啊，都上这儿来，嘿，也不说逛街呀，嗯，买东西，嗯，都上这儿来听相声，哎，都来听。应了一句古话，哪句啊？保暖思淫欲。什么叫思淫欲啊？都这么说吗？什么呀？来了这听相声，嗯，先做一下介绍吧。哎，这应该啊，我叫孙洪亮，嗯，是他，相声界的一个小演员，还挺客气。这位大伙都很熟，嗯，王康宝先生，哎，还有我的搭档，是。您最近挺好的啊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嗯，您家里也挺好的啊？家里也挺好的。家里都谁好啊？什么叫都谁好啊？问谁谁好？问谁谁好？哎，您爸爸好啊？哎，我爸爸好，我也好啊。你们好吗？好，你别问了，大伙一块热闹啊，还是一块儿问。挺好，你们好啊？哦，你也好。哦，好，你就好。哎呦，你就好吧。哎呦，我就好。你就作。你就好啊，啊，你好我不好。你怎么不好啊？我遇到烦心事儿了。哟，有什么烦心事儿啊？这不是因为我那儿子吗？你等会儿，你这么年轻还有儿子呢？对呀。好，有儿子往那边瞅，好瞅我干嘛？说来话长了啊，那你说说，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，还是过去的事儿。前几天呢？哎呦，还前几天，就说前几天就得了。前几天啊，前几天那个本来啊，嗯，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媳妇儿，哦，长得非常的漂亮啊，是全世界找不着第二个比她漂亮的姑娘。嘿，但是啊，啊，有一点，什么呀？她呀，爱上网，上网怎么了？都上网，爱聊 QQ， 上网可不就是聊 QQ 吗？还视频，视频可好啊，是不是？面对面的那一聊多有意思啊！他不穿衣服，不穿衣裳怎么了？他不这裸聊啊？对呀，好，裸聊，不穿衣服呢。哦，那你说说，说说。瞧你那猥琐的样子，这有意思。哎，我那个媳妇儿啊，嗯，从早上第一个动作哦，睁眼，嘿，第二个动作摁电脑开关，哦，这天就开始了啊。他也不穿衣裳，裸聊吗？裸聊吗？这叫省事儿。从早上七点，嗯，一聊聊到早上七点，哎呦，连轴转呐，一点不歇着。呵，最可气的啊！我看看他跟谁聊呢？哦，他那儿砰，把窗口关上，不让看，不给看。哦，那这女的有点意思。那可气不可气？这多好啊！啊？可气可气！这女的怎么了？这是？她越是这样 啊，我心里越犯嘀咕。谁也得多想。有一天啊，晚上我刚下班，哦，她说她出去一下，哦，不上网了。哎。他都一个月没出门了，哎呦，一个月没出门，肯定有事儿，那准有事儿。你出去玩去吧，啊，早点回来啊。哦，他前脚刚走，啊，我后脚把电脑拿过来了，我看看，我一看待机中，哦 ，QQ 还挂着呢，嘿，我一看，嗯，我的天哪，啊，6万多好友啊，有那么大容量吗？反正好友不少啊，这么多呢，还有认识的，我都认识还有这个二班班委会。哇，二班班
头勾引我媳妇儿啊。哦，都有谁？你给说说。有这个二班班委，嗯，学阀野鬼，上海的真流氓，上海真流氓助理，花甲相声迷，推陈出新雄起呀、啊！哎呀，还有这个透明狮子，半坡酒吧，还有这个海淀妇联，还有这个这叫什么来着？大草绳子，对，别闹，我想一下啊。太多了，气死我了。吞佛童子哦，还有这个透明狮子，你都给我从头来啊！再来，透明狮子，吞佛童子，海淀妇联，半坡酒吧，北京小张，叮叮当当，西门冠希，天泉小弟，带羊腿的酒总。还有这个魏尔黎，小兔男，太子党，暗影猫，大草绳子，还有这个从此金背砍山刀，这二班坏人还真不少，一个个跟土匪一样勾搭我媳妇儿，太不像话了，气死我了。哦，最可气的啊，我打开那个最近联系人，我看看他跟谁聊呢。哦，您瞅瞅是谁呀、啊？我一看，嗯，这好友我还认识。哪位啊？徐强。哦，跟徐强聊呢。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哦，他们聊那聊天啊、记录，我一看，俩人约好了，晚上8点，我那小区旁边的如家酒店见面。哎呦，这是要开房啊！哎呀。几句话不多啊，哦，字字扎我眼球，难受。突然感觉我这个后背都硬了，我。哎呦，这怎么了？气死我了！哎呦，徐强啊，徐强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就是啊，我哪儿对不起你了？哎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岂能咽下这口恶气？跟他讲讲理，要您怎么办？要是我呀、啊，我拿刀砍了他们俩。行，你去吧，我。我去哪儿？祝你成功！废话，祝你成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砍他们了！你说问我干嘛？我不砍。你呢？我这个人比较文静。你还文静呢？我跟他谈吧。脑门都绿了。哦，谈吧啊！大丈夫生于世，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嘛。哇，还想得开。徐强，嗯，你也甭跟我藏着掖着。哦。你们俩的事儿我可都知道。我跟你说，这媳妇儿我也不要了。苗有玲的离婚，你喜欢她，跟她结婚与我无关。但是话我得说明白了。徐强，您不应该这样。您是谁？您是我哥哥，我是您兄弟。哥哥撬兄弟媳妇儿，您也干得出来。退一万步讲，假如我们结婚好些年了啊，你横刀夺爱那也行。我从于洪涛那儿刚抢过来俩月，知道吗？讲理吧，还谁不讲理啊？找过这媳妇儿于洪涛的呀？这不聊天日子吗？这什么媳妇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从于洪涛那儿，我苟得过来，花了多少钱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还花钱了。我们结个婚容易吗？哦，于洪涛，徐强没话说了。哦，这人理亏了。他理亏，啊，央柳。哦，那个兄弟。嗯，我知道你这个也花了不少钱啊。你看，要不咱们这么着吧，嗯，赔你点钱。不是，这是赔钱的事儿吗？赔钱？嗯，怎么早说呢？你提前好商量吗？哦，好商量。我赔多少钱呢？他才赔我1万。哼，1万块钱可不少。呸！又怎么了？于洪涛管我要15000呢。这二班都什么人呢？2万块钱，一分不能少。那徐强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答应了，没还价。哦，给了2万块钱。哦，把我媳妇儿倒给他了。哎，你这成了啊！嘿，15000弄一媳妇儿，用点日子2万块钱给倒出去。你赚了，赚了，都赚了。你也倒去。嗨，我倒他干嘛呀？把你媳妇儿倒出去。哦，虽然说挣了点钱，哦，但是我，哎呀，我回到家之后，空荡荡的屋子，又剩我一个人了。我寂寞呀，哟，我难受，嘿，逼得我浑身我难受，一个人哪儿都
啊，我想我倒谁去啊？还倒？我娶谁去啊？再娶一个？我得娶一个嘛。啊、我一琢磨，是到婚介所看看。哎，对。在婚介所给你介绍一个去看看，嗯，到婚介所啊，去经理还是很客气，是吗？哟，大爷来了你，您去的这是婚介所吗？正经的婚介吗？哎呦，一个男生正经婚介吗？这还是正经的。我说经理，嗯，给我找个小姐啊，我给他介绍一对象，给我介绍对象，哎，找对象啊，嗯，给你看这个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花名册。哇，还有花名册呢。看这个啊，得看都照片啊。嗯。苏嘎、嗯。都很漂亮嘛。是。哎，这个。哦，这个。这姑娘贵姓啊？这个。这姓什么呀？这姑娘啊，姓庄。叫什么呀？雅婷。是，庄雅婷。她爸爸老鬼精。马街啊，这个。这是。我看别的。哦。哎，这姑娘好，哦，这是啊。这姑娘贵姓啊？姓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姓曹，叫什么呀？德雷。呵，哎，什么名字？什么名儿？这是？就是啊。有好名字的吗？啊，再换一个。哎，这姑娘名字好。啊啊，这个擀面杖。呵，这是人名吗？行，就他了。哦，这成了。最起码不骂街，是不是？哦，就他了。呵，就这个。啊，约出来跟我见见吗？我约约。等会儿。嗯。先交1000块钱啊？还要钱呢？1000块钱太多了。上来上来啊，便宜点。呵，你这是买菜呢？便宜点。哦，便宜的有是有，嗯，可差点。哦，多差点没事啊？啊，便宜点。哦，便宜多点。我们这儿有这个800的。哦，800，你看看，接过来一看啊。啊啊。800的是差点，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。还有便宜的吗？还嫌贵？这是500的。哦，还有便宜的吗？是，好嘛，买吧。嗯，买吗？不买走人。别捣乱啊！烦了，你就这样啊。嗯，就这样，有便宜的不拿出来。哟，您那边还有边吗？哎呀，这什么呀？这不有吗？啊，30、20啊，最贵的才50，这怎么便宜啊？写的清楚啊。什么呀？50啊，鱼香肉丝。菜谱啊，菜谱摆干嘛呀？你管得着吗？有便宜的吗？啊，走人啊！没有走人。哦，要走，不买了，走人。我上别处看看。我刚想走，哦，经理拦住我了。哟，小伙子，嗯，你等会儿，问你最后一句话，只要便宜就行吗？你怎么说？对呀，越便宜越好，够油吗？我们这儿有个不要钱的，你要吗？不要钱的，你瞧不起人？早说呀！就这个，哎呦，就哪个呀？就这个，你瞧清楚了，那是人吗？我是得问他，我经理在没有啊？我问你清楚了啊，你那个是男的，是女的，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？你等会儿吧，要是介于两者之间的，就不是这价了。你去过婚介？去过婚介。你开过婚介？我开什么婚介呀？倒过人妖？倒人妖干嘛呀？你知道很清楚吗？你问问他。他说了，讨厌。嗯，我们这女的。哦，女的。是。女的。嗯，是人呢还充气儿的？用剩下我可不要啊。讨厌怎么说话？怎么说话呢？哦，我们大活人好着呢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想要的话，打个电话，马上接他回家。哦，这是能来。好事儿，这个，嗯，就他了，就他了。等着我借车去啊！啊，借车马上接他回家。不是，你等会儿上哪儿借车去啊？我找我舅舅。你舅舅有车？舅有车。哦，到我舅家之后啊，一看老头病了，哟，床上躺着呢。嗯，关心呢。我问问舅舅，哟，哎，这老舅舅什么都逮啊你？等下去，我关心舅舅。嗯，不要死啊！说完你的大爷，你这后边半句话你怎么让我说不让我说你？你叫他怎么说呀、啊？要死啊你！
我瞧病的这样，你瞧病的这样，你还答应呢？你说不是？咦，小子来了。嗯，那个老头儿，老头儿，我的舅舅没答应啊，舅舅，哪有答应的？别闹，舅舅。喜事了，哎，跟您说说，哎，我跟您说，我把您那个外甥媳妇倒出去了，挣了5000块钱，就这事儿还有脸说呢？舅舅听完此话啊，差点没气吐血呀，能不生？啪，从床上坐下来，哦，呸，那小子还有脸说，把媳妇倒给别人了。是人办的事吗？就是啊，你忘了啊？你舅舅还光棍呢，什么还讲理吗？你那谁不讲理啊？舅舅，对对，我这个确实是把您给忘记了哦。不过这次啊，主要是通知您呐，我又要结婚了。哎，对，告诉您结婚又结婚了啊！我等这个，别惦记了，别等了哦。我是想啊，借一下咱家那车。哎，跟您借车来了。借车呀！啊，别睡呀，舅舅。什么亲戚？睡觉这。你得借车啊？对。借车呀。嗯。行，借吧。哦。不过咱可得说头了啊！您这媳妇儿要是再不打算要，倒给我。哎呀，没完了！倒给我啊！行，没问题。哦。您再把这个车钥匙给我啊。拿着车钥匙，车过去开车去。我去了。我一瞧，我舅舅这车啊，还真好。怎么好啊？车漆也掉了，车门也歪了，前面那个挡风玻璃也碎没了。哇，不过啊，有一样好的。什么呀？前面两个那个雨刷是新的。哎呀，那管什么用啊？开车接新娘子去。就这车还拆呢。到了女方家啊，我瞧这新娘子，嘿，她那个年龄我这个岁数也就差2岁。哦，比你大2岁。比我爷爷大2岁。老太太。啊，那个奶奶，叫奶奶。我媳妇来了。别闹啊，容易上气呢。奶奶，答应啊。怎么了呢？奶奶。哎。待会儿跟我走啊。那个，您看，咱们这也许是一场误会。我真误会了。生气了，哦，老太生气了，是，呸，小兔崽子，哟，我知道你嫌我老，不过呀，没关系，你这次来呀，必须得带个人走，带谁呀？带我姐姐吧，那得多少岁数了？别介，那个，亲爱的，啊。亲爱的，哎，这儿呢，亲爱的，哦，答应啊，借车去，借车去，亲爱的，这男的你就别叫了，亲爱的，你看啊。这么一会儿，哦，我看出你年轻来了，还真要娶，跟我开车走吧。哦，上车，我上车。老太太啊，等会儿，哟，等会儿，啊啊，我给我那儿子打个电话。啊，老太太还有儿子呢？不是，等会儿啊，你这儿子啊，这个啊，他到时候能听我的话吗？就是啊。放心，嗯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保听你的话。哦，没问题，是吗？这儿子啊，你肯定喜欢，还喜欢，他是你的帮手。哦，还帮手啊？那行吧，打电话吧，打电话吧。老太太啊，一个电话把儿子叫来。哦，这儿子还真来了。儿子啊，啊，一进门就喊呐，哦，妈哪儿呢？妈，这都是我老伴儿啊。哟呵。您又结婚了？是啊。嘿，几天没见好，您这老结婚，您这个还够忙的。您这个有这么说的吗？别废话，嗯，别废话，来见见你新爸爸。哎，哪个？嗯，那个。哪个是？长得跟他妈义气一样那个。我是他。我，嗯，要说这儿子还真不错。怎么着？跑过来咕咚咕咚给我磕头，管我叫爸爸。哇，好。
抓交了。不，我叫我呢。哎呀，我一想啊，人这么大岁数了啊，咱不能失寿啊。哦，不行，快起来，大爷。这什么伴儿啊？岁数大了，那不成。老太太嫁你了，就这还没好听的。对呀、啊。他儿子也说，嗯，那也不成，老太太嫁你了就得喊你好听的。真是这谁说的呀？我儿子说的。怎么跟我说的一样啊？巧了吗？不是还巧了，巧了不是。嗯，我心想啊，啊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哦，啊，不是我亲生自己养的，有朝一日我说话他不听怎么办？哦，我得训教他几句。这应该。儿子啊，哎呦，别冲我啊！嗯，儿子，还是我。我跟你说，嗯，现如今呢，你妈嫁我了，从今以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关起门来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虽说现如今你妈活着，你听我的话；就算是有朝一日你妈死了，你也得听我的话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你好儿子，还是我。我儿子说啊，嗯，明白了。呵，还是我。没完了，没完了。行了，巧了吗？这不是，不巧，我还得问你。哦，儿子，你这个。最近有工作吗？还啊，有吗？你看我这个岁数也大了，嗯，你在家闲待着呢吗？哦，你呀也甭闲待着了，嗯，周六啊跟我说相声去吧。你等会儿啊啊，说相声，咱们周六说什么段子呀？说什么呀？你看相声演员啊啊，就喜欢把实事拿到舞台上来说。哦，今儿我认你这个宝贝儿子这事儿就值得一提，干脆咱们编个新作品。叫什么呀？就叫我的宝儿。好，这小子花生最多，量子本子团送孙悟空王大宝十个花生，量子本子粉丝团送两张，送粉丝团送孙悟空王大宝十个花生，太子党流浪红军送孙悟空王大宝两个花生，太子送孙悟空王大宝两个花生，威尔迪，威尔迪来了啊！敌我火风的火箭与火箭为敌，山水母火箭四，天水换，天火同人啊！好，八块啊！你妹别进来！威尔迪和带着羊腿，这腿拿了没有？带羊腿九总啊，送我老想吃羊腿没带过去。是啊，带那边家想想。送孙悟空王大宝五个花篮，老九送孙悟空王大宝两花篮，暗影猫，暗影猫送孙悟空王大宝两花篮，海淀互联有个首长，送孙悟空王大宝两花篮，春天地送孙悟空王大宝两花篮，樊西西送孙悟空王大宝十个花篮，小灯儿。这灯在北京话里到天津烧了，这送孙悟空王大宝五花篮，翻着脚上拿起来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刚才呢说了一个真人实事啊，真事儿，我们家儿子的事儿。行了，别介绍了。是一个新弄的一个作品。是啊，刚才呢也忘词儿啊什么的，头回说，你多多包涵。嗯啊，真是我们下回吧。嗯，下回争取还忘词儿。还忘啊？谢谢你。嗯啊啊，还有好多过到我媳妇的上花篮了，上了不少啊。这个赔不起，你这也赔不起啊，不能弥补。嗯啊，谢谢你的花篮吧，无以为报，真是我们争取呢，努力多上新作品，嗯，来回报你，来再给你鞠躬。再说一小段，再说一个，嗯，说一小段，说王先生，还说我岁数大了，嗯，濒临灭绝了已经。就是我们每个上回新作品呢都得考虑王先生，嗯，岁数大了，是不是啊，脑子记不太好了，哎呀，是不是要死的人了，是不是能要死，还要提这死啊，嗯，好多种叫法，是吗？啊，您拿过去来说吧，啊，很多种叫法，哦，比如说皇上，嗯，
皇上死了叫什么？叫什么呀？不叫死啊，驾崩。对，叫驾崩。驾崩。嗯，诸侯啊死了叫什么？叫轰。嘿，嗯，士大夫。嗯，崴。不是崴啊，是这个不禄。哦，对，叫不禄，不拿俸禄，不禄。是，士死了叫什么？是卒。哦，哎，您说这个啊，嗯，主流相声演员死了叫什么？那叫什么呀？哦耶。